要往前每大步走，统统都是我们的观众，相信只有关系看着星星。我要唱的歌是星星 I'm not a star， 这首歌是献给我们十二强，因为我们都是十二颗最耀眼的星星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们都成长了许多，在未来当我们回头看时，这一段回忆一定会是最漂亮的。这个最后一回合松下一口气了，同学们都特别感性啊。是，那我们先听评审老师先评语好不好？好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有请第一位评审老师伟松老师。我很忙啊，还忙着打分数啊。老师还在考虑要给几分，因为两位实力相当。刚才最后一回合听得太投入了，我真的被感动。哦，谢谢，要让老师感动不容易啊。是老师，那您要看演唱会，他有没有资格当特别来宾呢、啊？你感动到那种程度有吗？老师演唱会很快要到了，他是否荣幸去啊现场？我会跟导演他们沟通一下。我真的很，我当然我自己，我非常的希望艾嘉可以在我的音乐会可以给我们打气啊，唱我们的作品。是是是，然后明天我会给导演打电话，好吧？好，哦，谢谢，说话算话啊，老师。好的，4月18号 ，OK， 好，4月18号，他有空，他有空，放心。好，我们下一位哈，邓老师，邓曼华老师。我来讲。是。好，先给黎菲儿老师讲。在讲之前呢，你演唱会是吧？没有给我票。哎，老师，老师票要买的。是，他都没给票啊。啊，你看你很幸运哦，你有的去哦，我们都没得去，我们要逃到半死的。啊。OK， 我喜欢，其实我喜欢战斗力强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是被淘汰出去又进来，淘汰出去很忙啊，很忙啊。好，
一直跑出跑进，而且是比最多次的。是，我觉得他反而对你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磨练，一个很好的磨练。啊，今天看到你这样子唱这首歌，其实你只是有一些小小的瑕疵，只是整体上来说，我觉得你已经唱得很棒。哦，加油！谢谢，恭喜你，越战越勇。好，下一位老师，妙环老师。艾佳。